小白姐来了，康哥恭喜，康哥恭喜。哎，他说这个问了14题了，说有没有纯友谊的异性朋友？有，我说有了，来了了才了解。啊、他说会，我们两个有没有可能？嗯，可能什么？可能有超越的，就是跨越。不可能，嘴唇碰嘴唇会不会、啊？我说我也蛮挑的。那彩花姐怎么看呢、啊？其实我们两个哈，就像没有美一样。这讲这句话有点敏感的，还是说像兄弟一样？其实是姐妹。哎、欸、喂，其实我跟康哥其实就像真的就像兄妹。对，对我们如果 家人，我们如果这样子四目相交是会。很好笑的，对，然后会笑到。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接吻，也是会当着大家面前，就是，就是那种搞笑吧。对，对啊。我觉得车窗亲吗？车窗。对啊。让我看看，对啊。不好吗？其实阿翔是自己的那个好朋友，自己的弟弟，这个也不要了，也是希望他这个，那你要不要以知错能改了、啊？但他这样子走错一步就被大家当做箭靶，你会觉得很心疼。其实要小心一点，以后再就不要在公共场所上。也不是啦，就是说这个，要控制歌吗？控那个要控制一点，对啊。像我有什么遐想，我就看 A 片。对啊，那个女主角也不认识我，她也不会不开心。喂，不了，喝了啦，这样就好了啦。好，够了。